而显不矜，而庄不立，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事。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淡也，言足信也。夫行曰：敬祭而往有，则言在公。子曰：涕兮之不相因也，欲明之无相独也。子曰：既极静不济之以乐朝，即便不济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或笃，以不掩躬，以远耻。子曰：君子庄敬。PG112。日强安四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功颤焉，如不终日。子曰：其戒以示鬼神，则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瑕吾死焉而不畏也。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无相谢也。亦曰：出事告在三独，独则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志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陈。师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大贾曰：民非厚，无能屈；以民厚，非民无以辟四方。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愿报德，则行路之明也。子曰：无欲而好人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以是故君子义道自矣，而治法矣。明子曰：人有三，与人同工而异勤，与人同工其人未可知也，与人同过然后其人可知也。仁者安人之者，利人畏罪者强人，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仁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轻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轻。道有志亦有考志，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师。子言之仁有术，亦有长短，小大中心，惨达爱人之仁也。律法而强之资人者也。诗云：风水有五王，其不是以绝孙谋，以晏一子。五王真哉，术士之人也。国风曰：我今不越王，续我后终身之人也。子曰：人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治也，取数多者人也。夫免于人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忘人，则贤者可知矣。以子曰：忠心安人者，天下一人而已。以大雅曰：德犹如毛鳞，先克举之我宜，图之为众山俯举之爱，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谨行行止。子曰：师之好人如此，相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免焉日有孜孜必而后已。子曰：人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一词也。子曰：恭敬礼俭，敬人性，敬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先乎？师曰：温温恭人为德之基。子曰：人之难成久矣，为君子能之事。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至行也，不至矣，以使民有所劝，免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性，以节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仪之朋友，以及之欲民之友一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富则文矣，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矣，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矣，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富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PG113。
此尺有其辞而无其德，尺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别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失。云为题在良不如其义，彼既之子不称其父。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根资甚具。倡以事上必护诸侯，请以俯视于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必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人之后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一人性，让以求一礼，不自上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为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师云：默默格累，师于条美凯蒂。君子求福不回其顺，与文王周公之位。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师云：为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欲怀多福，觉得不回以受邦国。子曰：先望是以尊名节，以依会耻民之福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以求处情过行福虑，以求处后张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明敬尊之。子曰：后继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为欲行之福于民也，故自谓辨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师云：凯蒂。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无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以非至得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子曰：下道尊命是鬼敬神而远之，敬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必蠢而愚巧而野朴而不闻。因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必荡而不敬，慎而无耻。周人尊礼上师是鬼敬神而远之，敬人而忠焉，其赏罚用决裂，亲而不尊其民之必利而巧闻而不残贼而避。子曰：下道未独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因人未独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独神而赏决刑罚穷矣。子曰：余下之道寡怨于民，因周之道不胜其弊。子曰：余下之直，因周之文至矣。余下之文不胜其直，因周之直不胜其文。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于地弗可及也，以以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后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惨达之爱，有忠立之教，亲儿。PG 114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人为义耻废亲时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敬宽而有变辅行曰德威为威德名为名非于地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败，自陷其身以成其性。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污，其受罪亦寡。子曰：事君大言禄则忘大利，小言禄则忘小利，故君子不以小
延寿大禄不以大延寿小禄，亦曰不加十吉。子曰：是君不下达不上，慈悲其人福自小雅。曰：进贡而为政之事，与神之听之事，古以女。子曰：是君远而见则产也，近而不见则失利也。子曰：尔臣守何载？正百官大臣虑四方。子曰：是君欲见不欲臣失云心乎？爱以暇不畏以忠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是君难进而易退，则未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一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子曰：是君三围而不出，进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无福性也。子曰：是君慎始而进终。子曰：是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未乱。子曰：是君军旅不辟南朝，停不辞见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熟虑而从之，忠事而退臣之后也。亦曰：不是王侯高尚其事。子曰：为天子受命于天，是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失。曰：却之将将，臣之分分，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子曰：君子不以辞敬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之业，天下无道则辞有之业。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复焉，则不问其所废；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管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皆如水，小人之皆如礼。君子但以诚，小人甘以坏。小雅曰：道言恐干乱，是用谈辞。曰：君子不以口喻人，则名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与我归说。子曰：口惠而食不至，怨滋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则也宁有疾。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已矣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轻在，小人则穿于之道也。与子曰：情欲性辞欲巧。子言之习三代冥王，皆是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泄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为卜筮。卜筮不相习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事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为归。是子曰：生权礼乐，其盛世已无。PG 115。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子曰：后继之四亦父也，其辞公其欲减其禄及子孙。师曰：后继赵四庶无罪，毁以弃于今。子曰：大人之气威尽，天子无视诸侯有守，是天子道以视诸侯，非其国不以视补宅，请示天子不补处大庙。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为归。是以敬事其君常，是以上不独于民，下不懈于上。子一，子一。子言之曰：为上义事也，为下义之也，则行不反矣。子曰：好贤如子一，恶恶如相国，则绝不独而民作怨，行不事而民前服大雅。曰：宜行文王，万国作福。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革；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
有顿心故君明者子以爱之则明，亲之信以节之则明，不备功以利之则明。有孙心辅行曰苗民匪用命至以行，为作五岳之行曰法事，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事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事勿下避。有甚者以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历三年，百姓以人遂焉，其必尽人失云赫赫失矣。民惧而瞻辅行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福，下土之士。子曰上好人则下之为人，真先人故长明者张志真教尊人以子爱百姓，民志行己以说其上，以诗云有故德行四国顺之。子曰王言如斯，其出如伦；王言如伦，其出如福。故大人不畅有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为行，而行不为言。以诗云书圣而止不逾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尽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积其所弊，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而出，化静而威于大雅曰穆穆文王于积息静止。子曰长明者一福不二从，容有常以其其名，则明德一。诗云彼都人是狐裘，惶惶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至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以隐疾曰为隐公及汤显有一德。诗云书人君子，其疑不推。子曰有国者张善恶以事民，后则民情不二。诗云进贡而为好事正直。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之则君常劳。故君民者张好以示民，俗甚恶以欲民之淫，则民不惑以臣疑，行不重辞不圆，其所不及不凡。116其所不知则君不劳。以诗云上帝反反下民，促小雅曰匪其止共为望之穷。子曰正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绝路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懈行而轻绝。康告曰敬民乃罚辅行曰波行之不敌。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耳臣鄙已，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耳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无以小谋大，无以远言近，无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耳臣不及，而远臣不避。以叶公之故命曰无以小谋败大作，无以避喻人及庄严，无以必欲士及庄士。大夫亲士。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见，民是以亲师而交士。以凡师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立。君臣曰未见甚若以福克见，既见甚亦不克由甚。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泄也。夫水尽于人而溺人，得一瑕而难清也；亦以溺人口沸而烦溢出难毁，亦以溺人夫民必于人而有彼心可敬不可慢，亦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吾越绝命以自负也，若于击张往审或于绝度，则是对命曰为口，其修为甲胄，其兵为衣裳，在四为干戈审绝功。太甲曰天作孽可为也，自作孽不可以，以患隐疾曰为隐功。天见于西，意下自周有中相以为中，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素则容静。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裕之。心以体全义，以体伤；君以民存义，以民亡失。云其无有先正其言明，且亲国家以民都义，以臣庶民以身。谁能秉国臣不自卫，正促老百姓？君雅曰：夏日暑与小民为曰怨，资冬其寒小民亦为曰怨。子曰：夏之世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亦不依行无类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至死则不可夺民。故君子多闻直而守之，多智直而亲之，经之略而行之。君臣曰：出入自尔，失于数言同。诗云：书人君子其一义也。子曰：为君子能好其政，小人独其政。故君子之朋友有相，其恶有方。是故尔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诗云：君子好逑。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奸而恶恶不着也。人虽曰不立无不信也。诗云：朋友忧舍，舍以为疑。子曰：思惠不归德，君子不自流焉。诗云：人之好我，是我周行。子曰：狗有车必见其事，狗有衣必见其敝人。狗或言之必闻其声，狗或行之必见其成。格谈曰：117。夫之无舍。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事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事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性，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辩尚可磨也，斯言之辩不可谓也。小雅曰：与也，君子斩也。大臣君士曰：习在上帝周田官文王之德，其极大命于绝功。子曰：男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是古之以言与归，是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归既厌不我告，犹对命曰：绝无极恶，得名利而正事，纯而祭祀，是谓不敬事。凡则乱世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成之，修恒其德征妇人及夫子兄。奔丧奔丧奔丧之礼，使闻亲丧以哭踏食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日行百里不宜，夜行为父母之丧。见心而行，见心而舍，若未得行则臣服而后行。过国至尽哭尽哀，而止哭辟事朝望其国，尽哭至于家入门左身自西街并东西面坐哭尽哀。过法坦将堂东即位西乡哭臣勇席叠于序东角待反魏败兵臣勇送兵反魏有兵后至者则拜之。臣勇送兵皆如出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止何门乡者告就赐于右哭。阔法坦臣勇于三哭由阔法坦臣勇三日臣服拜兵送兵皆如出。奔丧者非主人，则主人谓之拜兵送兵。奔丧者自其衰以下入门左中庭北面哭尽哀，碾麻于序东即位坦与主人哭。臣勇于右哭三哭皆碾坦有兵，则主人拜兵送兵。丈夫妇人之呆之也，皆如朝夕哭未无变也。奔母之丧西面哭尽哀，阔法坦将堂东即位西乡哭臣勇席免叠于序东拜兵送兵皆如奔。父之礼于右哭不阔法妇人奔丧身自东街并东西面坐哭尽哀。东抓即位与主人时勇
奔丧者不及并先知墓北面作哭敬哀主人之哀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臣永敬哀过法东及主人位别脚带哭臣永拜兵反为臣永乡者告示必遂官归入门左北面哭敬哀过法坦臣永东及位拜兵臣永兵出主人拜送有兵后至者则拜之臣永送兵如出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止乡者告就赐于右哭阔法臣永于三哭由阔法臣永三日臣服于五哭乡者告示必为五所以一于父者一阔法其余免以终是他如奔父之礼其衰以下不及并先之目118西面哭敬哀免麻于东方即位与主人哭臣永其有兵则主人拜兵送兵兵有后至者拜之如出乡者告示必遂官归入门左北面哭敬哀免坦臣永东即位拜兵臣永兵出主人拜送于右哭免坦臣永于三哭有免坦臣永三日臣服于五哭乡者告示必闻丧不得奔丧哭敬哀问故又哭敬哀乃未为阔法坦臣永其叠脚带即位拜兵反为臣永兵出主人拜送于门外反为若有兵后至者拜之臣永送兵如出于右哭阔法坦臣永于三哭由阔法坦臣永三日臣服于五哭拜兵送兵如出若除丧而后归则之墓哭臣永东阔法坦迭拜兵臣永送兵反为右哭敬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呆之也无便于服与之哭不用自其衰以下所以一者免麻凡为未非亲丧其衰以下皆即位哭敬哀而东免迭即位坦臣永其拜兵反为哭臣永送兵反为乡者告就次三日五哭促主人出送兵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哭止乡者告示必臣服拜兵若所为未家远则臣服而往其衰望乡而哭大公望门而哭小公至门而哭司马即位而哭哭父之党于庙母妻之党于寝师于庙门外朋友于寝门外所食于也张为凡为卫部殿哭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世三大夫哭诸侯不敢拜兵诸臣在他国卫卫而哭不敢拜兵与诸侯卫兄弟亦卫卫而哭凡卫卫者一坦所食者调先哭于家而后之墓皆卫之臣永从主人北面而永凡丧父在父为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丧亲同长者主之不同亲者主之文远兄弟之丧既除丧而后闻丧免坦臣永拜兵则上左手无服而未位者为嫂叔及妇人将而无服者麻凡奔丧有大夫至坦拜之臣永而后席于是席而后拜之问丧问丧亲使死机司徒显息上任交手呼策达之心痛及之意伤甚干干交沸水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谓之泥粥以饮食之夫悲哀在中不行便于外也痛及在心不口不甘卫生不安美也三日而脸在床曰失在官曰就动失举就哭永无数策达之心痛及之意悲哀至闷气甚故坦而永之所以动体安心下气也妇人不宜坦故发凶119即心觉永阴阴甜甜如坏强然悲哀痛及之至也故曰辟永哭泣哀以送之送行而往迎经而返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急急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呼也惶惶然若有求而弗的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无所得之也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往以丧以不可复见以已故哭泣辟永尽哀而止以心怅焉怆焉呼焉慨焉心觉至悲而已以祭之宗庙以鬼想之侥幸复返也诚惶而归不敢入处是居于以如哀亲之在外也请山枕快哀亲之在土也不哭泣无时服情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时也或问曰死三日而后敛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至闷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似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以孝子之心意亦衰以家事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以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以是故圣人谓之断绝以三日谓之礼智也或问曰观者不肉坦何也曰观至尊也不居肉坦之体也故谓之免以待之也然则突者不免与者不坦果者不勇非不悲也身有故疾不可以备礼也故曰丧礼为哀为主以女子哭泣悲哀及胸伤心男子哭泣悲哀及嗓处地无容哀之至也或问曰免者以何谓也曰不观者之所服也礼曰童子不思为当事思思者其免也当事则免而杖矣或问曰杖者何也曰竹同意也故谓父居杖居杖竹也谓母消杖消杖同也或问曰杖者以何谓也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情三年生病体羸以杖服病也则父在不敢杖以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处也堂上不屈事不惧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时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弗问弗问传曰有从亲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有从重而亲为妻之父母有从无弗而有弗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有从有弗而无弗公子为其妻之父母传曰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三年之丧祭练以有其之丧祭葬以则待其不隔待叠其之叠服其功衰有大功之丧亦如之小120公无变也麻之有本者变三年之隔祭炼欲麻断本者于免叠之祭免去叠每可以叠必叠祭叠则去之小公不易丧之炼官如免则叠其思小公之叠因其出隔待思之麻不变小公之隔小公之麻不变大公之隔以有本未睡伤长中变三年之隔中伤之月算而返三年之隔是非重麻为其无促哭之睡下伤得否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是父大夫之世子为君夫人大子如是服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为近臣及仆参臣从服为君所服服也公为卿大夫西衰以居出亦如之当事则便迭大夫相位亦然为其妻往则服之出则否凡见人无免迭虽朝于君无免迭为公门有睡其衰传曰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
传曰：罪多而行五丧，多而服五上腹下腹裂也。兼传兼传斩衰，何以服居居恶貌也？所以守其内而见诸外也。斩衰貌若居其衰貌，若喜大公貌，若指小公司麻绒貌可也。此哀之发于绒体者也。斩衰之乎若往而不反其衰之乎若往而反大公之乎三取而以小公司麻哀荣可也。此哀之发于身阴者也。斩衰为而不对其衰，对而不言大公，言而不义小公司麻，义而不极乐。此哀之发于言语者也。斩衰三日不食其衰，二日不食大公，三不食小公司麻，再不食是与连焉，则一不食故父母之丧祭，并食周朝一亿米末一亿米其衰之丧，书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公之丧，不食西将小公司麻，不饮礼酒。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父母之丧祭于醋枯蔬食水饮，不食菜果，其而小祥食菜果，又其而大祥有西将，中月而淡淡而饮礼酒。食饮酒者先饮礼酒，食食肉者先食干肉。父母之丧居以炉寝山枕块，不说迭代其衰之丧居，恶事下简不纳大公之丧，请有席小公司麻床可也。此哀之发于居处者也。父母之丧祭于醋枯住梅简平下简不纳其而小祥居，恶事其有席又其而大祥居，父寝中月而淡淡而床。斩衰三生，其衰四生，五生六生，大公七生，八生九生，小公十生，十一生，十二生，司麻十五生，去其半有事，其旅无事，其不曰思。此哀之发于衣服者也。斩衰三生，祭于醋枯寿已成。一百二十一。不六生官七生为母书衰四生寿已成，不七生官八生去麻服格格带三重其而小祥练官全员要叠不除男子除乎手妇人除乎带男子何谓除乎手也妇人何谓除乎带也男子重手妇人重带除服者先重者一服者一轻者又其而大祥素稿麻衣中月而淡淡而欠魔所不配。一服者何谓一亲者也？斩衰之丧祭于醋枯遭其哀之丧。亲者包重者特祭炼遭大公之丧麻格重。其衰之丧祭于醋枯遭大公之丧麻格兼服之。斩衰之格与其衰之麻同，其衰之格与大公之麻同，大公之格与小公之麻同，小公之格与司之麻同，麻同则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则一轻者也。三年问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事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益之道也。创聚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谓治痛疾也。斩衰居杖居以炉石周寝山枕块，所以谓治痛是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必哀痛未尽，思物未忘然而服以事断之者，岂不送死有以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之，有之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体，月月于食焉，则必反寻过其故乡，降回焉，名号焉，职焉，驰除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周教之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之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
将由夫患邪淫之人与则彼朝死而系望之，然而从之则是曾鸟兽之部若也，夫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将由夫修士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四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望焉谓之立中至节，一始足以成文理，则是之矣。然则何以治其也？曰治亲以其断。是何也？曰天地，则以义以四时，则以变以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根始焉，以事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耳也。焉始备之故在其也。有九月以下何也？曰焉始伏吉也。故三年以为龙，思小公以为杀其，九月以为肩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的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合一之礼敬以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士之谓至。122。龙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依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生一生一古者，生一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神权衡。短无见夫，长无备土，蓄任沟边要逢半夏割之高下，可以运肘内之长短，反曲之极肘带下无厌，壁上无厌，斜刚无骨者，至时有二伏以应时，有二月内环以应归，屈掐如举以应方，复神及怀以应直，下其如权衡以应平，故归者行举手以为容，复神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意也。故亦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其如权衡者以安置而平心也。无法以失，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神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望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并相，可以治军旅，完且服废善一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依纯以惠；具父母依纯以亲，如孤子依纯以素。纯内圆，纯边广，各寸半。投壶，投壶，投壶之礼。主人奉使私设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往使少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止酒佳肴。某祭赐以幼重，以乐感辞。主人曰：往使少壶，不足辞也。感故以请宾。曰：某祭赐以幼重，以乐感故辞。主人曰：往使少壶，不足辞也。感故以请宾。曰：某故辞不得命，感不敬从。兵在拜受主人班，还曰辟。主人坐街上拜送兵盘，还曰辟。以拜受使进及两营间退反，为一兵救言。私设进度湖间，以二使半反，为设中东面直八算心。请兵曰：顺头未入，彼头不是胜，以不胜者正觉即行。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即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命贤者曰：请奏离首间。若一大师曰：诺。左右告使俱请，石头有入者，则私设坐而是一算焉。兵挡于右，主挡于左，促头。私设直算曰：左右促头，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一算为其岁，以其算告曰：某贤与某若干纯，其则曰其君，则曰左右君。命卓曰：请行商。卓者曰：诺。当饮者皆贵奉商。曰：赐冠胜者贵。曰：敬仰。正觉即行，请立马，马各执其算。123。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备，请庆多马。宾主皆曰：诺。正觉即行，请撤马。
算多少是其座筹是中五福堂上七福亭中九福算长尺二寸弧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豆五升弧中十小豆烟为其始之月而出眼弧去席二尺半尺以这若即无去其皮。鲁令弟子辞曰：吾无无敖无备力无余言，备力余言有常觉。薛令弟子辞曰：吾无无敖无备力无余言，若是者福。古半鲁，古半薛，古取半以下为头狐礼敬用之为舍礼司舍亭长及官事吏者皆属兵党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鲁古半薛古半如行如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如服？与孔子对曰：秋少居鲁衣逢耶之衣长居宋官张辅之官秋文之也。君子之学也薄其父也相丘不知如服？哀公曰：敢问如行。孔子对曰：巨树之不能终其物，悉树之乃流亘不未可终也。哀公命袭孔子是曰：如有席上之争，以待聘宿业强学，以待问怀中信，以待举例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如有衣冠中动作甚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伟大，则如微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周周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如有居处其难，其坐其恭敬言，必先性情，必中正道，徒不争显义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味也，其备欲有如此者。如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保不其土地利益，以为土地不其多积多闻，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处也，非时不见不易难得乎？非易不合不易难处乎？先劳而后禄不易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如有委之以获财，焉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节之以重，举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至重绝薄不成勇者，以重鼎不成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欲，过言不再，流言不及，不断其威，不袭其谋，其特利有如此者。如有可亲而不可结也，可敬而不可破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迎其饮食不入其过失，可为变而不可变数。124也，其刚亦有如此者。如有忠信以为假咒礼义，以为干鲁待人而行暴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利有如此者。如有义母之功还赌之事，闭门归于棚户，瓮有义衣而出，并日而食上榻之不敢以衣上不榻不敢以产，其事有如此者。如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积今世行之后世，以为凯世福逢世上福缘下福推产产之名，有彼党而为之者，生可为也而志不可夺也，虽为起居尽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如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忧居而不盈，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悠游之法，目贤而容众，毁邦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如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成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忘其暴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元能有如此者。如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至也，其任举有如此者。如有早生而欲得成言而福尽而正之，上福之也，粗而翘之，又不及位也，不临身而位高，不加少而位多，事志不轻，事乱不举，痛福与义福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如有上不成天子，下不是诸侯，甚敬而上宽强，亦以与人博学，以知福敬文章，以立廉于虽分国如资诸不成不是其归，未有如此者。如有何志同方引道同树并立，则乐乡下不厌酒，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一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温良者人之本也，尽圣者人之地也，宽裕者人之作也，孙接者人之能也，礼节者人之貌也，言谈者人之文也，歌乐者人之和也，分散者人之失也，如皆兼此而有之，有且不敢言人也，其尊让有如此者。如有不与或于贫贱，不冲处于富贵，不混君王，不累常上，不敏有私，故曰如今众人之命如也，望常以如相诟病。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家性行家义，中美无事，不敢以如未信。大学大